大家好，我是孙鹏。本部片来讲一下我们江本的王国8月3号的更新内容。这边的话就直接来讲重点哦。首先，我们热带苏打群岛这边新增了苏打群岛的协力站，玩家们可以和好友协力击退冒险中的劲敌嘛。然后在我们的世界探险、悬赏、王国精英场，还有热带苏打群岛，还有蛋糕塔中冒险，将可开启协力站的功能。根据协力站的参加次数、敌人击退的完成度、贡献度，还有协助好友等次数，将可获得丰富的奖励。这个改动算是还不错的，因为过往在我们好友这边啊，最多的话就是每日送礼，然后还有友谊战算是重点嘛。那这边新增了这个协力战之后，那这个改动可以增加我们游戏内社交的功能，我觉得是还不错的。接着来讲一下新饼干的部分，首先是雪落鲨鱼饼干，这个饼干它是奇异型的饼干，技能的话是那个鲨鱼潜水，对最前方的敌人造成范围的伤害，同时对范围内最大体力的两名敌人造成额外的伤害。这个额外的伤害啊，我们直接看下面吼，它是所谓的真实伤害，无视对方的防御力还有伤害抵抗，对其造成额外的伤害哦。然后其他的角色的话，则是造成一般的伤害。所以这个技能的话，它是针对我们前排，也就是针对我们坦型的角色，是专门就是切坦专用的技能，可以造成更高的伤害这样子。那详细的数值等到这一只饼干出了之后，我们再来期待一下吧。所以算是新增了一只那个奇迹型的切坦角吼。接着的话是我们的墨鱼饼干，墨鱼饼干它这个的话，它是一个魔法型的饼干。前面叙述那么多，我们直接看重点，用墨鱼腿快速的暴打敌人，对其造成多次大范围的严重伤害，究竟有多严重啊？这个也是等改版之后再来看。通常讲严重的伤害，我都还蛮期待的，对，希望跟我想象的差不多。不要像类似像那种无花果之类的东西就好了 ，OK。剩下来讲的话是我们优化的功能，首先这个是编辑模式嘛，编辑模式这一边的话，算是把我们之前一些建筑物、装饰、瓷砖、河道等等相关的那个编辑功能再做优化啦，因为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分别显示嘛，不然的话基本上我们那种优化的功能，你点下去的时候它是全部塞在一起塞一坨的吼。然后再来新增的这个回收的功能，可以用脱衣的方式将王国内的建筑或者是装饰物放入保管箱，这个东西也早该更新了好吗？好，接着优化配料选单这边，我们直接讲懒人包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上一次指令箱的改版啊，已经把配料的筛选有做点优化了嘛，但还有很多美中不足的地方，所以把它做了更好的优化，就这样子。而且其他这个写的稍微有点复杂，反正等到我们全部改版完了之后，再一次来看相关的更新哦。重点的话就是我们的鲨鱼饼干还有墨鱼饼干嘛，以及还有我们这个苏打群岛的协力战，算是这一次更新的重点哦。好，那简单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期待8月3号之后的更新，那到时候也会来开一下改版的直播。我是孟鹏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